三位新秀撞脸四大分位，伯克和艾弗森身高长相都一样，湖人新秀下半脸神似科比。特雷伯克撞脸艾弗森，2013年爵士以首轮第九顺位摘下了后卫特雷伯克，此人不论是身高长相还是打法，都和96年的状元秀也是四大分位之一的艾弗森一模一样。伯克身高1.85米，进入联盟后也留着标志性的地垄高，而且身为速度极快的小后卫，伯克也以突破变向见长，可以说和艾弗森如同一个模子刻出来。湖人新秀克里斯蒂撞脸科比，而在今年选秀大会，湖人以第35顺位选中克里斯蒂，而这位新秀的面相恍惚间都让人以为是科比在世，尤其下半脸的轮廓几乎和科比一模一样。巴雷特撞脸麦迪，2019年选秀大会，尼克斯以第三顺位选中 RJ 巴雷特，而他的面相也让人想起四大分位之一的麦迪。巴雷特和麦迪都有着惺忪睡眼，并且两人都是锋位摇摆人，进攻技巧十分丰富。看到巴雷特在场打球，也恍惚间看到了麦迪重新出现在联盟中。